这就是你看看。今天准备的是蛋炒饭，昨天1块钱2盒买了，抢购了4盒。这是牛肉、西红柿和仙人掌，这个以前没有吃过，现在要吃一吃。红萝卜，补充一下维生素。现在要蛋炒饭，要放点打点鸡蛋到里面。往哪勺子，往哪勺子。一般早上做饭比较紧张，就是手忙脚乱，容易。昨天看了那个做蛋炒饭的视频，那个厨师主要讲是要锅要热，然后不容易粘锅，所以希望今天第一次做蛋炒饭能够不粘锅，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。现在可以去照火了，这是我们的炉子，锅台炉子，
现在要点火了。主要锅要热，要有热锅。好，锅要热，要加油。这火一烧，这个还是比较热的。房子刚才不做饭的时候是挺好的，现在准备加油了。现在锅已经热，要加油，玉米油，玉米油。昨天晚上做的米饭给搅拌搅拌，这进行一下搅拌。这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啊，就是要不买的话就要自己做饭，自己做饭吃。在美国你不会的话就要花很多的美金去街上吃，去买着吃。你自己做着吃和买着吃是能吃得很好，它物价很便宜，你自己如果加工的话它就会高一点，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会好一点。比较高了，已经非常高了，非常热，非常热了。这还有米，现在发现这边都已经很烫手了，烫手了。牛肉要烤熟，然后蛋炒饭这边要味，样子很好啊。主要是牛肉，其他的蔬菜然后搅拌搅拌应该好一些。我现在有时间看一下锅里，这就是我的牛肉蛋炒饭。牛肉饭，我得赶快翻锅了。牛肉是几成熟啊？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蛋炒饭转黄了，我们赶快放这个鲜鱼掌，绿色的鲜鱼掌放到里面。然后是胡萝卜、西红柿放到里面，有红的，有白的，各种都有了。
西红柿炒鸡蛋，然后加上米饭，听起来味道应该很好的。这是盐，摩登盐。这个长多了可能。这是老干妈。这是有辣椒，辣椒。然后我们是有酱油，天鹅酱油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咱们翻，煎锅是不敢煎，有的朋友煎锅一煎，煎出来三分之一，再一煎又煎出三分之一，最后饭总共剩了三分之一。好，我们看看我们的成果。这是今天的蛋炒饭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。如果你喜欢分享给朋友，谢谢您的帮助，分享评论，我会及时给大家留言的。这就是我在美国德州的生活，谢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